对我哋人嘅意志力唔信心、自控力，以及对人生乐观豁达嘅态度。有养成良好嘅运动习惯，系我哋一生嘅财富，系咪？今次嘅重点特训就系飞团吊索，大会仲特别邀请到武打影星杨盼盼担任佢哋嘅教练。经过连串训练，究竟16位候选亚生可唔可以完成到飞越大考验呢？